发出天使之剑、哦、你们猜他之后的考核中会不会有击败波塞西大人这个条件呀？你们的机会只有一次，房山希望你有通过考核的实力，不然你的下场只会是死。宗主，闭关如何？啊，让长老们费心了。我的魂力刚才正式突破97级。太好了，恭喜宗主。宗主这一提升让咱们昊天宗的整体实力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各位长老过誉了，我一个人的提升并不能左右天下大局，想要对抗武魂帝国更是远远不够。为今之计，必须加强宗门弟子的训练，只有昊天宗整体实力提升才有一线生机。宗主所言有理，我们这几个老头子也要闭关再拼一把了。长老们有此心意甚好，但还以身体为重，切不可勉强。宗主放心吧，我们还没老。宗主，我们先去准备了。小三，我与你父亲的潜力已经止步于此，只有你还有进一步突破的可能。唐三利用瀚海乾坤罩隐身，其内有海神大人的神念庇佑，我也无法看穿，只能感应到他的大概位置。海神殿，原来唐三打的这个主意。唐三，你很聪明，海神山是海神大人的圣地，海神殿更是神圣不可侵犯，一旦你躲入殿中，我便不能毫无顾忌地施展攻击，所以我必将你拦截于此。第三魂技，海神凝望。波塞西大人对精神力的掌控早已远超我的，能将庞大的精神力与魂力融合施展，瞬间实现不同空间内的能量转移。唐三，我知道你是一个极重情义之人，这群伙伴既是你的臂膀，也是你的软肋。看到他们遇难，你永远不会坐视不理。小三，别听他的，只要你坚持到最后，我们都能通过考核。确实如此，但是唐三能坚持，你们却不一定。第四魂技，湮灭之海。第四魂技能形成一个如海水般的密闭空间，使人在不知不觉间溺水窒息而亡。你们没有插手第六考的资格，是为了扛过这一炷香的时间，眼睁睁看着同伴溺毙，还是选择直面波塞西大人，堂堂正正地接受考核？这是唐三必须要做出的决定。
哥，别担心，我们没事。小三，你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啊！这种寒冷刺骨的感觉，我在杀戮之都经历过。这是杀意的具象化。博赞西前辈对我有杀意。再这么下去，大家真的会没命的。怎么办？请您放过我的伙伴，我愿堂堂正正与您一战。这是考核，我不会手下留情的。第五魂技，海神的召唤，万兽同行。啊，哥！这些海魂兽虚影的攻击，丝毫不逊于真实的海魂兽。如果不想办法挡住压制，大家都会命丧于此。没办法，第五魂技，蓝眼霸王枪。十万年魂技的威力虽然霸道，但单体攻击是没用的。不好，唐三瞄准的是海神殿。唐三，你好大胆！通知下去，派人联系天斗帝国，即日起全国进入战时紧急状态，调动一切军事力量与武魂帝国作战。是父王，儿臣愿请命担任前线作战大将军。好，不愧是我的儿子，前线由你指挥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是。结束了，胜负已定。不怕大家，儿子，那些光石。
进邪魔府。猎杀了一头6万年的霸子海胆后得到的魂技，坚持到最后一刻，六怪一体。破空，进邪魔府。宁荣荣，海神第六考通过，魂力提升一级，所有魂环年限级别提高500年。唐三，以智慧与实力超额完成海神第六考，海神亲和度增加20%，总亲和度70%。小五，陪伴通过海神第六考，奖励叠加，戴沐白、奥斯卡、马红俊。毅力过人，坚持不懈，黑级六考全部完成，特奖励海神岛黑级权限，魂力提升3级，神赐魂环一枚。恭喜你们。哥，你没事吧？哥，小三。三哥。唐三。唐三，我必须要提醒你，除非九考全部完成，否则你随时有被反噬死亡的风险。多谢前辈提醒和救命之恩。你几乎送命，还要谢我？前辈的实力傲居巅峰，对您来说杀死我简直轻而易举，但您依然选择在考核中堂堂正正地与我对战，所以前辈实则对我有救命之恩。唐三，现在看来海神大人选择你是正确的。哥。小三。哥，你醒醒啊。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魂力消耗过度了。唐三，等你的身体完全恢复后，带着宁荣荣和小五来海神殿找我，进行你们的第七考。是。我已经完全恢复了。那就好，我和胖子也吸收完神赐魂环了。三哥，我和小五的第七考核内容都是辅助你通关，具体内容却不详，你快看看。海神第七考，拔出神器海神三叉戟。
海神三叉戟。小西，三哥，你这海神九考不会真的要成为海神吧？不管怎样，第七考是关重的，不能浪费时间。小三，你可一定要拔出那海神三叉戟啊。